兄弟们，好久都没有在酒店深夜放毒了，好，今天来个外卖系列。兄弟们，这一桌看着就有食欲啊！内蒙古的肚包肉跟手抓羊排，南昌拌粉，辣炒凤爪，一整只窑鸡，东北的锅包肉，哇，这个太有食欲了！烤生蚝，烤腰子，还有这一份莲藕排骨汤，还有今天晚上的小快乐啊！开始搂它。我先来块羊排吧，这个羊排真的让我受不了啊，沾点这个辣椒面，哇塞，第一口必须粉丝先吃啊，哇，太香了，嗯，简直不要太好吃，哇，再来一块哈，打不住哈，太香了，嗯，这个羊排已经彻底软烂了，看到没，哇塞，太香了。嗯，一点羊膻味都没有，太好吃了。嗯，我绝了。嗯，哇，太快乐了，我要快乐加倍。老话说得好，吃美食无酒不欢。来，兄弟们干杯！肚包肉要趁热吃啊，凉了就腥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沾点这个辣椒面，哇，哇，这一口都没咬到皮，满满全是肉味。嗯，哇香，嗯，太好吃了。一个打不住，来来俩啊！哇塞，太好吃了！哇，里头全是瘦肉，真的太好吃了！嗯，哇，点了一斤多的羊排，哇塞，感觉不够。一斤多都不够，哇，太香了，嗯，试一下这个东北的锅包肉哈，哇，好吃，嗯，嗯，嗯，好吃，哇，今天满满一大份，嗯，太香了这个锅包肉，嗯，太美了吧这个，哇，哎呦我的妈妈呀，太香了吧，嗯，嗯。兄弟们，烤生蚝自助餐里面随便吃啊，这个12块钱一个，挺贵的。嗯，哇塞，这一桌外卖花了我将近500块钱，但是能吃爽，知道吧？嗯，哇，就是因为最近有好多兄弟说，大胖你好久没有拍外卖视频了，来一期，兄弟们好，腰子你们来啊，哦，来，哇。嗯，腰子烤得很香，稍微早了啊。嗯，兄弟们快乐来啊！哇，捞的！接下来我要吃我这个窑鸡了，兄弟们，一整只窑鸡啊！我要先掰一块鸡腿给粉丝吃一吃，兄弟们啊！哇塞，哦，第一口鸡腿粉丝先吃，兄弟们先吃，再来点这个辣椒面，哦呀，嗯，这鸡肉又嫩又好吃，绝了，嗯，一块鸡肉根本打不住，太好吃！
哇、哦，再来一块，兄弟们哈。啊！哇、哦，太香了！这也许可能就是深夜的快乐吧，真的太美了，嗯。嗯，绝了！江西出了名的辣炒鸡爪啊，嗯，哇，非常软烂，我感觉江西的辣度也一般般。哇，它没有辣劲儿，你知道吧？鸡爪子很好吃，嗯，特好吃的鸡爪子，哇辣，嗯，鸡爪子真的又辣又爽，哇，哎，爽，嗯。我已经适应它的辣度了，两个一起来哈。嗯啊，嗯嗯，不行，哎。